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新锐奖的总召集人，也是我们台湾艺术大学专任教授，也是前系主任李宗仁李教授，我们掌声有请李教授。欢迎李宗仁李教授。新竹县的大家长杨县长，还有在座的贵宾，我想就不一一问候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次的新锐奖能够在新竹县举办，是台湾的一件盛事，因为台湾的公办美展，除了这一次的新锐奖之外，新锐奖是最多增建的，接近1000件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希望把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扎根，透过这样的艺术活动，能够扩及全民。所以这一次参与的有高中组，高中组。那我特别邀请台师大跟台艺大做一个学术的支持，所以让青年学子非常踊跃的参加这一次的比赛。所以比赛所呈现的水准相当的高。另外呢，我们也有大专跟社会组，这一次能够呈现全面的一个展现，能够在新竹，我想这样的艺术响应分享给新竹，然后我们希望透过一届一届的新锐奖的举办，能够把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扩展。我在这边祝这一次的展出顺利成功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李教授。谢谢李宗仁李教授。